成個身咧充滿了呢個胡鬥嘅細胞。我呢世啊，學識咗自彈自唱。我 show 俾你睇啊！打扮一下的哈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呢数算一下啊，已经差不多在家里居家防疫上班要两个月的时间了。那今天的数字它是32个，那比起之前呢，其实数字已经下降了很多。希望26号是有好的消息。那其实我回顾这两个月呢，我才发现，每日每首哇。我的生活还蛮大的改变的，在这两个月里面。那我今天就是想跟你们来分享的。其实那时候第一个礼拜要待在家里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情呢是灰到极点。死紧啦！我的心里面真系得翻咁啦！我顶唔顺啦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那所以呢，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动力要拍片的。那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，我也有两个礼拜是停更了。直到我从那时候第四个礼拜开始吧，我有点开始习惯了，就是哦，再来的话 OK， 三五个一个。那人呢，总在困境的时候呢，你是可以找到生存的方式的。咁我咧亦都开始咧喺其他嘅地方咧揾翻啲动力啦。第一样就系煮饭。嗱，有留意我 IG 嘅咁多位咧，亦都知道咧，我呢个疫情期间咧，其实煮咗好多好多人送噶。你系咪仲未 follow 咧？快啲 follow 我 IG 啦！咁咧，我就学识咗煲汤啦，同埋煮好多港式料理啦，豉油鸡翼啦，咸蛋蒸肉饼啦，腐乳通菜啦，我仲煲埋糖水添啊！各位，就系咧有好多台湾人都唔知嘅嗰个椰汁木瓜雪耳糖水，跟住佢哋话似呕吐物咯，一班友啊吓咁唔俾面嘅，有好多人同我讲话，喂煲汤好简单嘅，就你试下将啲嘢掉落去咪得咯。我嗰陣時仲覺得唔好搞啦，佢好難好難噶。但係當我而家咧真係自己去做嗰陣時咧，原來係好好玩嘅喎，亦都咧冇你想象中咁難嘅。但係其實當然啦，我俾啲油彈到飛起啦。但我而家差唔多同佢哋做 friend 嘅啦，冇咁驚佢哋啦。咁最後當我見到我成功整咗出嚟之後咧，嚟啊嚟啊，老勁啊！當然啦，中間亦都有啲失敗嘅例子嘅係。佢而家，喂，我嘅廚藝係真係有進步噶。嗱，我炒碟菜俾你睇啦。哦 ，OK， 身為一個呢惟妙惟肖嘅廚神，我跟你說，看到這個啦，這個菜啦，係嘛？只要看到外觀，你就知道備料多少了。4颗蒜头，1个辣椒，来辣椒，蒜头来拔4片。啊，记得啊，上次啊，我受伤啊，因为我张开手掌啊。啊，来了来了！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收起来哈，把那个尾巴不要去掉，然后呢又压过了哦，轻轻一拨就出来了。啊，把它放一边，来啦。再来辣椒，我也不要，啊，把籽去掉，即刻味俱全 ，Oh my gosh， 个色系呢个美色。好了，我们准备炒它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家里差不多所有的锅子我都全部换了，因为我之前那个炒锅呢，就是我以前有讲过，我在一个百货里面买99蚊台币，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会吃到中毒，所以其实我在家里就很少。炒菜，然后最近因为居家嘛，常常炒菜我就受不了，我全换，换了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的，就是一个牌子叫 Happy Call， 然后是韩国的，跟人家超好用 ，Oh my gosh，
完全是不沾，超好炒的。来，我们开火，准备一勺的鸡粉啊 ，ready 去耶，烧到干，盛开了，放油。好，把它这样子啊，滚一下海了。OK， 来了，油开始烫了，蒜头，这汤没开水了，来了，全放了，我觉得可以。头汗了 ，Come on， 那炒到蒜蓉味出来，你看，我怎么会这么？来了，那香味出来，来了，各位，开回大一点点火啊，来了。震撼啦，把刀收回了，再跑一跑啊！哇，好 perfect， 那差不多啦，看它样子就要熟了，我们就可以加一茶匙的盖房了，倒上去了。哦耶，香味十足。来，五号桌的空心菜一盘，拿去。要不然省省啊，卖大家200块，要不要？有人要吗？来，举手举手。哦，好香，好香，我炒到镬气都出来了，镬气。咁第二日咧，就系我公道，我呢世人学识咗自弹自唱。那我是跟米酒学的，他就有一个线上或实体的课程，有兴趣学音乐啊、学唱歌的朋友呢，可以点这个链接哈，去看一下。那我以前呢，我真的只有看着别人在那边啊，在台上。拿着吉他自弹自唱，哇，好型啊！但系估唔到有朝一日，我都唱得两句下噶。我 show 俾你睇下。如果说这是爱，醒来好像是梦一场。如果说这是爱，等着你到天亮。口红对不对？很快，阿妈我得奖了。其实我一直都蛮想去学的，然后因为疫情期间，我就觉得等咩而家，你而家这多时间呢，仲会好？然后我就去学了。啱先唱嗰下，练咗两个钟嘅啫，算系咁咯，嗬。第三日呢，就是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团购的师奶，因为我跟着我的同事呢，就入了那些什么团购的 group 啦，各种的团购 group。 我完全估不到我都有这一天，你不知道哇，那些成箱水果买回给你看，你看真的很夸张，你知不知道我买了成箱水果回来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有什么啦？凤梨一颗哈，葡萄啦，系啦，百香果一大袋，橘子，甩呀甩呀喂 ！Oh my god， 台湾嘅甩呀好好食噶 ，come on， 呢个仲有咩啊？点解有咁多嘅？啊，另外一种品种嘅甩呀，系啦，哇，成箱水果咁买翻嚟，咁样团购咪跟住咯。仲有呢个啊！我团购了一箱的鸡蛋回来，系咯，佢哋咁话特别好味啲啊嘛，就是比起那些超市买的又会比较好吃，那我就买咯，系咯，跟着买咯，啊，准备圣诞咯，系咯，然后就是有一次又滑手机咯，又看到了一个团购嘢咯，啊，系咯，酸辣粉咯，系咯。成箱咯，系咯，但好难食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呢个
完完全全的照片拍起来是非常非常美味，因为我很爱吃辣。跟住我对，咦，看到何志奇躺这个重庆三小哦，我就买，又一买了，我又要买整箱，然之后我一食 ，Oh my god， 完全货不对版，你知不知道？系超难食啊，各位，如果你真的是逛某一个网站，然后刚好看到那些看起来很好吃的美食照片，你真的要小心一点。踩雷，我决定就是可能花一年时间把它慢慢吃掉。还有不急啊，我的网购能力呢，其实在这个疫情里面也是很厉害。给你看看，给你看看，给你看看，哇，稀拉的，看看，可以放进烤箱的盘子，叫什么？可以放进烤箱的盘子，叫这个，料理盘。就身碟，好 cute 噶呢个猫咪 ，Call me Clyde。第四点就是我在这段期间其实追了非常多的剧，追剧对我来讲咧，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久我没有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要花很多的时间，而且看完一集你没有看下一集就觉得啰啰挛了，你都明啦。所以其实我已经冇追剧好耐，但系而家咧防疫期间，其实我追了好多部《医务整理师》啦、《哈新号》啦、《三流之路》啦，跟住而家最近陪我食饭嘅就系、是《大叔的爱》啦。然之后我系劲耐系冇追过港剧噶啦。跟住然之后呢套剧仲要劲多香港人都去睇啦，同埋讨论度系极高嘅。唔止係香港人，我前兩條片都有講，連我台灣 friend， 跟住我見埋啲留言，大馬嘅朋友也有在看，哇，難得一見。再加上其實我也知道香港的樂團，我想講香港嘅樂壇，香港的樂壇其實也是啊、現在有很多香港本土出來的很紅的男子團體啊。但是 Mira 啊 ，Era 啊，哇！見到大家咁瘋狂咧，真係十年難得嘅一件事。好嘢！第五樣就是跳舞啦。咁啊，呢個疫情期間咧，其實我跟咗唔少老師咧學跳舞噶。嗱，各位，我而家成個身咧充滿了呢個舞蹈嘅細胞，我的 body。我是一个 dancer 来的，现在哈，你不信的话，我现在秀给你看，看看我的舞蹈有没有进步。妈心不要，给你牵个手，妈心怕，妹，来，I dream it's gonna baby, just song for you。好攰啊！大家搞掂啊！嚟！咁以上呢几点咧，就系我最近生活有大改变嘅嘢啦。冇错，我差唔多要瞓觉。喜欢这部影片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、comment， 仲有记得 share 呢条片。好啦，记得追踪我的 FB 跟 IG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来。